lost inside your head. But now you are thinking that your thoughts may disappear. Why do you ponder? Just crawl inside your bed. Sleep till the morning, love, let go of your fear. In there.哥，你今天嫂子嘛、哎？吃小面嘛？我不想吃小面，我想吃火锅。哪家火锅嘛？哎妈的！来了。啥子哦？晓得呀。老哥，你们是干啥子的？搞艺术的。搞啥艺术？拍电影的。拍啥子电影？好奇害死猫。哎，你那个名字还现在好用哈。哎，名字啥子了？你那个名字十多年之后要找到底子的。对头。你看噻，十多年之后。全世界都是猫奴，你还敢还是猫哦？你这个年轻人呐、啊，说话一套一套的，那叫啥子名字嘛？啥子名字？高端点一人名字之难。有一天，你会成为青春片教父，是不是哦？有一天，你会把重庆拍成一座网红城市，真的吗？有一天，你会成为重庆的骄傲，不可能，一定可以，只要你买下。高端电影名字值50块钱，看你那身校服，我们还是校友，我都相信你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别上海离岸，匆匆那年，从你的全世界是朱伟家的父亲吧？啊，你是？我是他的同学的家长。哦，是不是那个帅哥同学叫马马？你知道我们家马田跟你家女儿去了成都一天，夜不归宿吗？他们是好几个同学一起去的。年轻人爱玩很正常，可是我作为家长觉得这样非常不合适。他们这个年龄有自己的想法，可是在这个时期，他的自制力还是很薄弱的。你要相信自己娃娃噻。娇娇的爸爸，我索性把话说得更明白一点。嗯，我不希望我们家马田在关键时期让别人来影响了他的学习，包括你家的女儿。晓得，晓得。好。吃碗面不？哎，是哪家的女儿这么可爱，还拉过脸哦？你家脸？要哭。爸爸，对不起。哎呀，说啥子对不起嘛？没事啊。哼，大不了二天我不给他那个耍了。要得。嗯，他们这些有钱的，你都不要理他们。对头。有钱了不起嗦。了不起嗦！吃面，给我下三两面。
要得。我现在好想吃面了。哦，吃饱点。爸爸做的面最好吃了。不晓得。当。这是啥子？这个是香酥板栗饼。今天我们吃这个，明天我们吃那个，哈。好吃不？嗯，啊，好吃哦！你们两个差不多可以了嘛？啷个了？你把老子同桌都抢走了！爪子嘛，是你自己要放弃我考大学的嘛？不理他。你在算什么？我在算重庆到英国的距离。你看啊，我量了一下，重庆到英国的距离在地图上是10厘米，十乘以这个比例尺9000万，十乘9000万就是9亿，9亿厘米等于9000公里。怎么样，厉害吧？进步很大。小的时候，我以为大兴村的场地从头到尾就很远了。然后呢？然后，现在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距离。佳佳，佳佳，你怎么了？佳佳，你看着我。佳佳，你怎么了？你们快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佳佳，这是我的位置。你坐我位置。为啥子？咋子嘛？可不可以嘛？哦，可以。好了，同学们，现在你们要开始填志愿了。我相信有些人很清楚自己要去哪儿，能去哪儿。但有些人现在应该还是一头雾水吧，不过很正常，因为你们现在开始的是高中生涯最后一次做选择，请你们认真对待，大家加油。大家填的时候都要想好填什么啊，我们都知道高考很重要，但是填志愿呢同样也很重要。马田同学，你虽然品学兼优，但能不能不要随时昂着你高贵的头颅啊？不是的，老师，我在流鼻血。圆圆，啊，我们就一起填，重庆去了噻。不然呢？你填啥子？我就随便填一下。那你给我看一下嘛。不，你又不是我同桌了，管好你国人。我凭啥子给你看我的志愿哇？嘿、hey, ，男娃娃家的下午加自己，圆圆，我们好好填。你填好没有？哦哦，快了，快了，快了。
我帮你填好了。我可以吗？放心，只要你努力，一定可以。那你不填了吗？我干嘛填志愿？我要出国。哦。来，我帮你看看。不要你管。这个时候呢？不要你管。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不是应该问我自己吗？肯定是你得罪了大海椒，大海椒才会棒打鸳鸯。本来老子跟艾伦做的好的，你看看现在。是我惹了吗？哎呀，兄弟，我看你印堂发黑，肯定是有大事情发生。该不会是被娇娇踹青的吧？对啊，娇娇，你告诉他你两个了吗？对啊，你怎么了？以后不要来跟我讲话了。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是不是我在教室里面开你玩笑？就开个玩笑嘛。你两个跟老狗一样哦，傻不傻嘛？因为你很可爱呀。我可爱呗。马上要高考了，我可不敢影响你，免得又怪在我们头上。要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喂，你不如回家问一下你妈妈。妈，我想问你个问题。说。我有个关系很好的女同学突然不理我了，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期间做了些什么。我去找他爸爸。你说了什么？我说得很直白啊，让他女儿不要再影响你。他影响我什么了？你觉得你跟他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吗？就算他能考上大学，你们俩能在一个地方上吗？你将来是要上北大清华的，你们俩现在这样彼此纠葛，就是彼此对彼此的不负责任，最后的结局肯定是惨淡收场啊。凭什么就是惨淡收场？甜甜爸爸，咱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咱们做的可多了，咱们在一起应该读小说，看话剧，然后吃冰砖，还一起跳霹雳舞呢。你看，那你们以后靠什么来支撑你们的长久相处呢？彼此的爱。这是其一。但是两个人的长久相处，靠的更多的是共同的兴趣爱好和说不完的话。你觉得你跟他之间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吗？你能保证以后一直有吗？你跟他有什么共同喜欢的东西吗？我再问你，一时的荷尔蒙冲动，你觉得这就是爱？妈妈想问你的是，你能为对方的将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吗？既然这些问题你全都没有答案，那你闯入别人的生命干什么？所以今天这个女孩如果是安然的话，你还会说这些话吗？是，安然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你跟她从小的成长环境所受的教育都差不多。毕竟，妈妈对卖小面的家庭可是一无所知的。所以说白了，这就是你的偏见。
都真实。嗯，你填的志愿我已经看了。我填的志愿哪个了？你填的志愿，可能吗？你知不知道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你还在这跟我胡搞瞎搞。你都这么大个人了，不知道对自己的人生负点责任吗？老师，我真的是黑负责任的填的。你怎么这么犟呢？老师，我真的黑负责任的填的，我黑认真。我不管，我再给你一张新的拿回去，你重新再填。老师真的是为你好。拿去。这次的模拟考成绩出来了噻，第一名是哪个哟？嗯，这回有两个人并列第一名。嗯，一个是马田。还有是哪个哟？还有一个是罗申喜。罗申喜，你们的高考志愿都填的啥子呀？我的第一志愿是二本重庆的学校，这样就可以跟圆圆在一个城市了。我啊。我乱填的，你为啥子要乱填呢？连我都很认真哈，虽然三号帮我填的，可能是他比较对我知根知底嘛，帮我填了个体育类大学，加上上次马拉松的名次和加分，而且我体考早都考过了。再然后，我体育大学嘛，这分数要求不是很高。哎，李佳，你填的啥子？不要你管，你又在生啥子气了？刘涛，一天到晚都黑出去脸，啷个了嘛？嗯，娇娇，看马田来了。哎呀，来找你了。哎，良心发现，哎，你，我跟我妈吵了一架。你干嘛跟妈妈吵架？那不重要，我来只是想告诉你，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或者是对你有怎么样的误解、偏见，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哎呦，是不是？有多好？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那种好。是不是哦？可是我明明成绩很差，那又怎么样？我也没有女人味，那又怎么样？我长得一般，那又怎么样？我脾气也很大，跟力气一样大。耶、yeah. ！那我劝你收敛一点。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在我心里。一直不会变。我有资格这么好吗？有。所以你这么晚过来就为了说这个啊？对，我是偷跑出来的。那你就是明天见。明天见。松开，松开嘛，松开，松开，别张，松开。哎，大家明天见。明天见啊。半夜三更又唱又跳的，是不是有人向他表白了哟？你开国际玩笑？你刚才没听到啊？好像有人说娇娇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了嘛？鬼扯！哪有向女娃表白，跟表扬三好学生一样？马局长那个人，给脸不要脸。好几次喊他帮忙，一概拒绝，油盐不进，自命清高，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今天我们就把搞得名声支离破碎。嗯，看到没得？那个瓜兮兮的娃儿啊，就是他娃儿，长得还一表人才的，
可惜摊上那么一个死脑壳的老汉儿。那今天晚上就是他全程进会，今晚就看你了哈，可可。男女朋友之间的事，你管得着吗？他不是我男朋友。兄弟，我劝你少管闲事，你给我滚！这个事我管定了，管定了。你知道前面就是警察局吗？对，我叫人了。你要是再不走，我马上就把警察叫过来。等他。他们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他们刚才是从那面包车上面下来的。现在没事了。哦，还好有你在，谢谢你啊。没事，以后晚上不要一个人出来，我先回去了。哎，等一下，你能不能好人做到底？其实我等会儿要去上夜班。你可以送我去我上班的地方吗？我怕他们等会儿再出来，可以吗？好吧。今天买的这个番茄，划得来，好香瘾哦！我去给你煮番茄鱼。呀，对，还有啊。那土豆儿，我们把它先煮熟了，然后回锅，回锅土豆儿，八成很。朱同学，朱同学，有咋子嘛？走了。不是，马婷昨晚上一晚上没回家，你有见到他吗？没有。啥子了哦？马婷啷可能不回家呀？你没有把他找嘛？人家家务事不要问。他昨天还来找了我嘞，下午。他人呢？他着急说了两句话就说要回家了呀。他说什么了？这就是同学之间互相鼓励的话。他，你们说的时候是几点钟？就下大概快晚饭的时候，他最后没回家。你要是在任何地方见到马田，你让他赶紧跟我联系，谢谢。哎，这个马田也不是个好娃娃嘛，夜不归宿。他哪会不回家？你问过我问哪个嘛？而他不要跟你个耍，这掉了人还找我们。哥，昨晚上挺嗨啊。哎，换回来了。嗯。昨天晚上去哪儿了？你妈早上来找你，说你一晚上都没回家。啊，你去哪儿了？那是说不清楚。啥子意思嘛？你啷个了嘛？没事。来来来，看这个，嫂子，来快过来，出大事了！哎呀，快过来！
给我过来，打起来。这个人，你看，你骗我了，妈的！慢点。去看一下贴吧嘛！哎呀，你自己去看一下嘛！在这里。感谢你，要不我请你喝瓶水。潘主任，是，我知道了。啊，谢谢啊。混账！马田他妈妈今天早上来找你，就证明马田真的一晚上没有回家哈。那，说明那些照片是真的。你们乱说啥子？他脸看得那么清楚，好难说是假的哦。肯定是假的嘛！为啥子肯定是假的？因为马田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而且我们一直都在一起，一起学习，一起跑步，一起耍，我们怎么会怀疑我们朝夕相处的朋友吗？也是，我们现在能做的应该是想办法安慰马田，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那我们能够帮助马田吗？他人在哪里我们都不晓得吗？那我们在一起想下办法咯。想个屁办法。你好，乖乖好。我昨天晚上就喝了半瓶矿泉水，就神志不清，什么也不记得了。是饮料的问题。检查出你体内有一些特殊的残留物质，都是社会上所说的迷魂药。先生，先生，先生，我们这还没营业呢。先生，你干什么尿？哎，先生，哎呀，我还没营业。放开，先生，先生，先生。你找谁？放开！啊，你干什么？就是你。哟，哥，昨儿晚玩这么嗨，今晚继续啊！别跟老子嬉皮笑脸。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有人给我拍照？你们饮料里面是不是有问题？你可别跟我血口喷人啊！你一定知道什么？跟我走！哎，出去！这不怀疑你，走！滚出去！这不怀疑你，出去！老子被人耍了，必须给我写个证明！出去！必须给我写个证明！出去！滚出去！走，走，走！不要给我放开！走！不放开！滚出去！你别想给我写上签名！老子他妈被人耍了！你别想给我写上签名！他妈！哎！哎，你没事吧？少在这里装好人！看你这么可怜，
证明我就给你写了吧，说吧怎么写，来。爸妈，这里面有误会。嗯，甜甜，事情我们都看到了，当然了，我们也相信啊，也许这是一个误会。对。可是你说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产生了这些误会？你看，昨天妈妈说了你几句，然后你就离家出走，夜不归宿，然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嗯。我作为当妈的，就说了你那么几句，也都是为了你好。之前一直都不怎么管你的，我一直认为你特别的懂事，阳光正直，至少心理是健康的，对不对啊？所以说，甜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应该给爸妈一个解释。好，那就算是一个误会，那你不说出来，爸妈也不知道。没有误会。朱伟佳，你没事吧？朱伟佳，不是你想的那样。哪是那样嘛？大家都看到了，学校里人都在讨论。我哪可能不相信是真的嘛？又啥子都不说，又见不到人，你又去哪里鬼混了嘛？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我怎么知道？我才认识你八个学期！乔乔，你干嘛？你凭什么不知道？凭什么知道？你凭什么不知道？我叫什么知道？你凭什么不知道？哎，马天，让他走！他吼我。昨天酒在那点，他在那点跟你说，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或者对你有什么偏见、误解，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你凭啥子不相信他？你凭啥子不相信马天嘛？你去参加超级女生被别个嘲笑，是马天拉着我的手一路狂奔回学校，和大家一起求同学不要嘲笑你、议论你。马天，
雷炮不懂了。这是啥子？医院的证明。不过已经没有意义了，这些东西都是给外人看的，而不是给自己的家人、喜欢的人和兄弟看的。啥子意思？因为自己的家人、喜欢的人和兄弟是不需要外部来证明的。但是他们都没有选择相信我。不管哪个说，我相信你嘛。回去吧。哎，那明天去我小姐。刚刚是不是很过分啊？确实，确实挺过分的。为什么？因为不管发生什么，别人说什么，你都应该第一时间相信马天。何况这件事情里，他最在乎的就是你。我是不是让他很失望？我其实是相信他的，我就是看见那些照片很气愤而已，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我就很气瞧不上那些女孩。马天他从小就是这样，看着聪明，其实他嘴巴很笨，他不会解释，脾气又倔。我也是第一次看他那么生气，但都是因为他在乎你啊，所以他才希望你能完全相信他。到哪个办嘛？我现在就要找他道歉。这么晚了，明天吧。会不会来不及啊？放心，不会。哥哥，马田呢？没追到。你为啥子追不到嘛？他本来可以证明的。他为啥子不证明自己嘛？跟国人喜欢的人还需要证明啊？我看你最近不太正常，就别去学校上学了，到时候直接参加高考就行了。好好反省一下，收收心，剩下的我跟你爸会帮你处理好的。嗯，甜甜，就在家待着吧，啊。希望这件事呢不会影响你高考。明天我就去你们学校找你们校长谈的。Thank you.
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或者是对你有怎么样的误解，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我有资格这么好吗？有。山那边还有一座山，这一场好梦就做起来没完。微雕白脸红的少年，可别说出来许过的心愿。那时候隔着墙看到的世界，他的样子美得我们无法拒绝。做一个有心的伙伴，给你一万种有爱的方式。这么早就起来了，你今天也不用上学，你可以多睡一会儿啊。哦对了，我今天还得帮你去学校取准考证呢。人呐都会犯错，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甜甜，收收心吧。嗯。对了，你妈妈这段时间都不上班了，她在家陪你，你就好好复习吧。行，你第二面都不吃啊？吃点嘛，临近高考了，现在更要保持健康了噻。保持啥子健康嘛？我已经心如死灰了。你啷个心如死灰了嘛？老天马天跑走之后，都再也没见过他。我连个道歉的机会都没得。那天是我话说的有点重，但是你也不要自责嘛。来，吃点面。对头，黄姐，那天同学都说了，马天可能是被他的爸爸妈妈关到屋里头了。而且马上高考了，就算你今天见不到马天，高考那天也一定见到的。那天晚上，对不起嘛。乖。吃面吧。妈妈。那我姑且相信你们。喂。哦，甜甜的事儿啊，我也没有想到，原来一直就让我们特别省心，现在能有什么办法？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是，绝对不能耽误他的前程。对，马上就要高考了。3天后，你们就要高考了。
所以今天是你们在这个学校的最后一天，这也就意味着待会儿你们回到教学楼收拾完东西走出教室，你们去向的不再是操场，也不再是食堂，不再是篮球馆，也不再是图书馆，你们将要去向的是天南和海北。在你们即将离开前，我有三个问题要问大家。我不知道在未来你们有没有勇气在无人问津时用左手温暖你们的右手，让你们的渴望永不凋零。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耐心在黎明破晓前先抬头仰望天空，让你们的真心孤独不败。我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坚持在爱无可得时依然去做更好的人，让你们的爱意不被辜负。你们的答案我都记住了，不要食言啊，同学们。还是没有来，他会不会再也不会回来了？不可能啊，马上就要高考了。你放心吧，到时候我高考他肯定会回来的。也许就不会像大人一样誓言。天高人要飞，
在那天空下，在这旷野里，撞碎身后的巨浪，张开双臂，无所畏惧的勇敢。在那疾风中，在这暴雨里，就算不会有彩虹，也想要做肆意奔跑的风雪。下来吧，来来来，来来，我刚刚下来碗面，好烫。